松的。前一小时开始，反正就打三次，打的不是你当练习，你打三次，好吧？打哪边？第二首还是第三首？第二首啊。A B 再重打一下吧。哎，再试再试，重试。你那不是你们声调是打错了？没有。这几个降几个音？降哪几个音？你再起来。A B 再打一次，看清楚了。A B 再一次，对了，不对。
我 A 对了。好，那 A 最后两小节再来一次，我听听。A 的最后两小节，看一看。对啊，不对啊。B 再打一次。拍子不对，对，第二小节的第三个音你 打一拍而已，就是一拍啊，就是一拍啊。你现在不是八分音符吗？对啊。那怎么一拍？我说第二小节的第三个音你打成一拍，应该是两拍吧？现在就是半拍啊，一拍就是那个音啊，先打还是半拍啊？你现在打这是哦，你打半拍，好，再一次，我再听一次 ，B 再来一次。